欸，来，欸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分柜的那个珍珠奶茶哦，就是丁一起来的，它是分柜嘛？啊，然后是我要配奶茶，是因为我第一次买啊。你叫奶茶加分柜吗？就是奶茶加分柜这样嘛。啊，以前的奶茶它是鲜奶茶，我要鲜奶茶的。你要鲜奶茶。对。哎，好嘞啊，那个你们那个分柜本身有没有甜度？本身就有甜度嘛。啊，如果说，欸，微糖会不会太甜？以你平常都喝多甜？大概都是欸无糖，无糖再一点点而已。一分糖。所以。那一分糖嘛，啊，冰块就正常的那个。正常冰块。好喝啊。这样就好吗？阿姨，那个分柜也是一样，像珍珠奶茶可以吸这样子吧？对。呵呵，嘿，安尼，阿弟讲这边请我啉的。对。啊，我啉看嘛，啊，这是无糖的。这是微糖。微糖嘛，好来啉看嘛，然后。那会员展其他配有吗？作战。好来500。那你500。好。第一次买这个什么荧幕日哦。来吃看看好，先这样啦。是买这个，等待当中，尝试一些不一样的。喝好了，来哦。瞬间，哎呦，这件豆耶！你讲爱先摇一摇，来。祝贺你们！那个，伊迄种咩茶冻迄个哦，食足球的，然后本身那有甜度。那个美女给我推荐一分糖，我刚刚都要喝，以后可不可以来？